上回书说到，邝天包、饺子和一口鸟三人私斗，最终三个人都惨死森林。他们的命运会就此终结，还是会被奇迹改变？请看这回书分解。就是他们能起死回生的经历，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命运。这段书就说到这里，欲知后事，请看正片。别着急，看到最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拜拜。来自噶玛星，此怪物蛇鼠贵摸，行动贵异，很难捕杀，且触角一旦触到人体的心脏之后，便会通过大动脉的血液感染，将人类变成鸡脚人。鸡脚人有什么好害怕的？鸡脚人不就是牛魔王吗？且鸡脚人一生不死不老，一生只能靠吸血维持常态，否则就会丧失人性，变成怪物。怪物六十六号消失不见了，又多了几个鸡脚人。哎呀，看来这一片黄土地上又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腥风血雨啊！
你给我上来！陆女士，不是没人管你吗？这傻子是谁呀？哎，行行，扶下来，扶下来，行行。这个就是我大儿子，他叫欧阳玄。欧阳玄这个名字听着有几分侠气，看着他一表人才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。儿子，这几个都是你妈妈我手下的王牌销售员，这个是季冠军，这个是周冠军，这个是月冠军，最后这个是秒冠军。什么叫秒冠军？秒冠军就是秒杀所有人的冠军。我说儿子，这些你都随便挑，你看上哪个都可以。陆女士，嗯，我问你，你把这四个女的带到我家干嘛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妈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管过我？你现在要管我，我不需要。你现在就给我走，走。哪人这样？你妈说话了，怎么也是你妈啊？你爸说的对。嗯，这个挺适合。我爸，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月冠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是让你选还是让你儿子选呀？儿子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也不知道给他找个对象，你这爸是怎么当的？陆女士，你有事吗？没事你就请便，瞒着这边。我有事儿，这个月的生活费比上个月多了10块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带到我家来。还有，生活费这种事儿，不需要你亲自来送了。微信、支付宝、快递，哪个不比你快？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这两天就别来了，哎，那个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，不行写信，再不行自己扛啊，睡不下去了。那个洗把脸啊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是吗？这个家也是我的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现在我想走了啊，走。好，小林来坐啊。啊，小青啊。嗯，疼不疼啊？没事，范大哥。你看我的房子已经是全市最低价了，怎么还是没有人来租啊？西凤公寓有怪物这事儿已经上微博热搜了，谁还敢来看房？要不是曾经你我的交情，还有我姐姐刚好在你们楼下开的火锅店，我才不管这事儿。不过呀，现在这些年轻人呀，都有猎奇心理，胆子大得很。把这公寓如果改成密室逃脱，什么是密室逃脱？迷宫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让我姑娘住迷宫里，万一再丢了，你给她转让出去啊！就你这楼这地段，就算亏点钱卖了，你和珍宝也能住上大别墅。不行，这房子是我老婆留给我的最后的遗物了，遗物卖了，我以后怎么见她？行了，为了嫂子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啊，出租房子的事儿，你就先别担心了啊。啊。不过呀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要先处理明白。我听说跳楼那个怪物要回来找你报仇了。不是，怎么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啊？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那个不行，我一定要找人把这个事情处理了。嗯，那你先揉着啊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哪有那样气你妈的？爸，你说这个家。他回来过几次，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现在还帮他说话呢？他你妈有帮人交房租啊、水电呐、啊，那杂七杂八那些费用，这都是他应该给的。哎爸，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一天不抽烟不喝酒，他一个女的，他怎么一天天就抱他那破酒瓶子不撒手啊？他你妈不喝酒。就没有你了。什么？我和你妈是先有的你，才领证儿。老爸，闹了半天，我还是意外怀孕出来的呀。哎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、一点恨他都没有吗？你说
这媳妇儿自己娶的，跪着也得过下去了。哎，得，你过，我不过。陈东，别怪你妈，你妈从小你一哭，她就嫌烦，奶粉从那二锅头给你冲。有一次我出去上班回来，你发烧41度，她抱着一个41度的酒瓶子在睡觉。从那次开始，不是是不是烧坏了，你智商就有点问题，考试总是最后第一，成绩相当稳定，老爸也没怪过你，对吧？所以你也就别总念念不忘你妈那点缺点了。平时你去骗人的那东西，你这滚瓜烂熟，暴背如流，怎么一到你自己就不好使呢？你爸爸，我觉得三眼神通这事儿啊，不适合我。我已经想好去哪儿找工作了，我要做一个真英雄。推着车，推着车，找工作。擦地呢？别擦了，来，没吃饭的吧？呀，锅包肉、溜肉段、红烧肉、酱烧排骨、地三鲜，啥意思啊？好鼻子，跟狗似的，京巴，可爱啊。那个，你看范叔亲自给你订的外卖。范叔啊，啊，这其他菜我能理解，就这个榴莲炒香菜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个菜是我自己做的，这是我范家的独家菜，只给最信任的人吃。现在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嗯，俗话说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。拿这么多菜来，肯定是有事儿啊！范叔，让你吃饭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有个小事儿。你啊，这两天就别到处乱走了啊！范叔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你在楼下陪李阿姨聊天。陪李阿姨聊什么天？我祥子估计这两天要回来报仇。咱们邻里邻居的都走了好几波了，你现在就是咱们西风公寓的捍卫者，再大的风雨你一个人面对，叔叔在你身后。再大风雨你站在我身后干嘛呀？替我挡风遮雨啊。这事儿啊我一个人干不了。不是还有李阿姨呢？李阿姨能干什么呀？这事儿啊你应该去找贾小玲，抓外星人，贾小玲是专业呀。哎呀，对对对呀。哎呀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呀，谦虚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美德。冯叔，哎，前几道菜啊都挺好吃的，最后这一道香菜炒榴莲，寓意是？这个是重点，你别看这个菜啊闻起来臭，吃起来也不香。那它的优点是？优点是这个是我范氏独家菜。冯叔，你还有没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我工作去了。都说拿人家手软，吃人家嘴短。我就猜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冯叔，你说吧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这两天你别乱跑了，就在西风公寓里陪矿天包聊天吧，我好吃好喝好招待。聊什么天儿啊？我跟他祥子估计这几天要回来报仇了。啊，咱们西风公寓的租客都走了好几层了，你不能走啊，你是咱们西风公寓的捍卫者，再大的风雨你一个人面对。我一个人面对那阵儿，你不是说所有的风雨由匡天包一个人面对？贾小玲啊，你是怪我猎人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这是谁说的呀？叔叔主要是想啊，男女搭配工作不累，我知道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是专业的。行了吧，冯叔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从小跟你女儿似的，在你家蹭吃蹭喝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这么说，叔叔心里还是有那么些许的温暖的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地球上有外星人，而且都住在我们西风公寓里，隐藏的怎么那么好？你说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我现在看谁都像外星人，看谁都像披着人皮的外星人。小玲，你看那儿。啊？啊？你干什么，冯叔？啊，还好你不是。你不试了以后，叔叔心里就放心多了。你有没有信心打败祥子？哎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不要杀了他，他还欠我半个月房租呢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咱们西风公寓邻里邻居这么多年，我没少去他的干洗店，他也没少陪我打麻将，
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哎呀，冯叔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郑宝现在怎么样？还惊魂未定吗？那在学校呢。饺子今天第一天上学。冯叔，你收拾他干什么呀？我回去给你炒个合菜。饺子，干什么？饺子，你爸爸平时又要照顾你，又要工作，是不是挺辛苦的？习惯，我也早就习惯了。对了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提起过你妈妈呀？你到底是对我妈妈感兴趣，还是对我爸爸感兴趣？你要问我爸爸有没有女朋友，就直说嘛。如果爸爸身边有个女朋友就好了，可是他总忘不了玉娥姐姐。玉娥姐姐就是我妈妈，她怕我把妈妈叫老了，所以就让我喊她姐姐。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在一起的，后来不得已分开了。后来一个女人也没在我爸爸身边出现过了。反正我是挺喜欢你的，饺子。你说真的？你有没有兴趣做我妈妈呀？小孩子不许说这样的话。要不今天晚上你请我和老爸吃顿饭吧？好啊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是想做我妈妈吗？女追男隔层纱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以后不许说这样话啊。想吃什么随便点啊，先回去。下课。啊。上课。爸爸，哎，这干嘛？给我下来跪沉的，你自己出来就行了，还带了个保镖。今天我跟你说了不少好话，以前的情史我都没说。你这烦人，跪下。人家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接孩子的嘛。这个，你跟姐姐说再见吧，咱们回家去。啊，等等，郑博姐姐，你不是说请我们吃饭吗？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想感谢你上次救了我。好吧，那我们叫上小玲一起吧。吃饭你叫上小玲，那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啊？那我们吃自助餐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快点，你们大人真麻烦。喂，振宝，什么事啊？小玲。吃饭啊！我刚吃完饭。哎呀，今天可是去你最爱吃的那家自助餐。先把地址发给我，现在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门开着的呀。师傅，请笑纳。不是你过来看病人啊，我又不是你妈，你给我跪什么？正所谓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母。玄儿早已经没有了母爱，你就是我再生父母。妈妈，请受玄儿一拜。妈妈，师父，嘉玲，来天包，吃点西兰花。西兰花富含丰富的维生素，抗癌。再吃点藕片吧，藕片补血，塞牙也没关系，旁边有牙签可以剔出来。多吃点啊，看你瘦的都脱相了。饺子你也吃，来，来一点包，来再吃块肉，慢点吃。哎呀，这不就是老板所说的那个矿天包吗？行行，走了走了，别吃了别吃了。嗯，吃完了。行，回家还有三只松鼠呢。芝麻，哎，你看菜都空了，咱再去拿点儿。好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拿。都行。你干嘛呢？什么干嘛呢？你刚一直往矿天包和饺子碗里夹菜，啊，人家救了我的命，
不给人加点菜，那不也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你这个什么想法啊？跟你说，他肯定是喜欢我。哎，看他看我的眼神，看看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躲我的眼神呢。我在微博里都看到了，这种眼神说明什么？这种眼神就说明他有喜欢你，但是又不敢去表达的那种心态。其实吧，我对他也蛮有好感的，只不过没有他那么强烈而已。但是他现在对我展开这种穷追猛打的状态，让我又不忍心拒绝。从哪儿看出来他穷追猛打的？不是，都表现在哪儿啊？他是个男人啊，好面子的，他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看看，这不明显吗？我没看出来啊。哎呦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他今天让饺子来试探我，试探我要不要做他的妈妈。你确定不是那个小鬼自己的主意？我是不会看错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拼了命的救我，而且为了我，他不惜跟祥子还有祥子妈为敌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在他心目当中非常的重要，而且他现在追求我，说实话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他还没有忘记他老婆。谁？他老婆？他老婆已经去世好久了。世间还有如此痴情的男子，真的是让人着迷呢。不是，他有没有亲口跟你说过他喜欢你？这还用亲口说吗？这，哎呀，不是，你是多渴呀？老邝，你知道这么为什么疯狂给咱俩夹菜吗？为啥呀？怕他俩饿着？不是怕我，是怕你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喜欢上你了。我怎么看不出来他喜欢我？哎，服务员，你现在看那女孩，你觉得喜欢我吗？喜欢呀，从你们一坐这我就看出来了。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你和玉娥姐的情史，这都不重要。你到底对珍宝什么态度？什么什么态度？你都说什么了？你这现在就把你吃了？我也把你吃了。你敢扎我？你敢？跟你拼了我！行了，胖人宝，我认识珍宝十几年了，从来没见到这么对过一个男人。你到底什么态度啊？不是什么态度？没态度。什么叫没态度啊？多大岁数了还蹦蹦跳跳的？啊！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疼。我知道哪有厕所，我带你去吧。快一点！快！哎！这两天啊，翔哥有可能回来复仇，然后我爸怕我们住在公寓里面危险，就在外面开了房避避风头。啊！
这帮人利用我，不是说好了共同面对吗？大家现在都躲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当炮灰吗？哎呀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即便是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我们暂时还是一人一间房。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你看啊，我从太阳国回来的时候呢，去西风公寓租房子，就是确实西风公寓它便宜啊。那你之前奋不顾身的救我呢？我救你那个，那你遇到危险了吗？你别说是我，是一个男人他都会救你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呀，你是个好女孩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真有什么误会，这个得说明白了，啊。要是实在不行，那我跟饺子搬走。有时候没有天时，有时候没有地利，在爱情的江湖，我身不由己。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，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，让我遇见了你。呀！呀！哎呀哎呀！哎，其实我一只手也能给你来。啊，来呀！跟这马聊怎么样？哈哈，我把我态度都说了。我要回家了。哎呀，还是个红灯。你到洗衣液了吗？要洗洗衣机呀、啊？不是，珍宝啊，你说你一生气，咱家衣服就跟着倒霉，你这回又是跟谁呀、啊？爸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就是想静静。我不担心你，我担心咱家衣服。回家叫谁小姐呢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夸你有福气。你看你这家伙胖的，膀大腰圆，心宽体胖，肥头大耳。有福是吧？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祸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祸从口出。那贾小姐慢走。想找个人撒气都找不着。怎么胖子还不回来？啊！师傅，请笑纳。刚才不是叫我死胖子吗？能吃啊！师傅，你别介意啊，只要你收我为徒，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真的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？嗯。那你就别拜我为师了。这不行。你这个人，那我问你，是不是多累多辛苦你都愿意？愿意。好，想跟我学本事呢，自己得先有点本事。看见楼下那保安了吗？嗯，看见了。去把他揍一顿。
这个就是他今天的下场。啊！松鼠三只，果然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女人。少贫，我吃了这三只松鼠，赶紧说正事儿啊！对对对，你让我帮你查的资料啊，我肯定会帮你搞定的。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一定会帮你搞定的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我不敢上刀山下火海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？厕所在哪儿？厕所啊，那边右转就是了。不客气。呀，尿这么快啊？什么事啊？大哥，先不管我什么事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我能不能打你一顿？你说什么？我能不能打你一顿？现在的年轻人太幽默了。回旋踢打，不打。据历史资料记载啊，这种被月球磁场而感染的变异巨型虫族外星人呢，一共出现过4次。第一次是在一个蓝调国军营里，1000多名军人均被磁场变异后的一只虫族外星人给杀掉了，并由此繁衍了1000多只脑虫作为奴隶。第二次呢，出现在布鲁斯集中营里面，一个由虫族外星人伪装的俘虏遭到月球磁场感染变异而身份暴露，众人群起而攻之，虫怪愤怒之下灭掉了半个集中。第三次呢，就是出现在电影，由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电影《黑衣人一》。奥斯卡还特地为他颁了一个奖，最佳怪物奖。哎呀，你烦死我了！你不要跟着我，我都懒得打你。兄弟，还是那件事儿，你能不能让我打你一顿？打完我就实现我的梦想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的梦想。梦想？对，是一个有梦想的孩子。也是一个有梦想的孩子。好，我帮你。好。你阿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只听说过蚂蚁搬家，没想到蟑螂今天也搬家，好多蟑螂啊，看得我的头都发麻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今天下午吧，好多好多的蟑螂。阿姨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好，好。受到福祥母子影响的虫族都开始活跃起来了，难道这表示说很可能王福祥就在这几天就要回来复仇了？到时候西风公寓可能非常危险，我一定要保护大家不受到王福祥的伤害。可是我要怎么做呢？还没有对付虫族的经验呢，要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可以去找吴伯帮忙啊，他连虫族都能收作宠物，那他一定有办法对付王福祥。师傅，我一直敲你家门，你都不给我开门。我知道你现在在考验我的执着，如果你真的在考验的话，
我就在楼下的电梯门口一直等你，等你到下来为止。哎呀，师傅，干什么呢？我已经把王保安打服了。王保安把你打服了吧？八戒，你被打的都快现出原形了。师傅，我这受的是皮外伤，他受的是内伤。这样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找人干什么呀？让人赔你医药费啊？师傅，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我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，我要像一个男人一样，有尊严的活着。行，走吧，带我去见王保安。这钱，在那儿。打成这样，驾！嗨，师傅，你在这儿看着。嗨，嗨，嗨，嗨。还有什么事？你少废话，快点儿！蹲下！大哥，赵哥，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大爷，大爷，大大爷，大大爷，你知道他谁吗？大胖子，他是我师傅。胖师傅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欠揍？打死我了！我肋骨都断了！呀，救命啊！大哥，行了，勉强通过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哎呀！师傅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师傅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呀？你，王小二，想拜我贾小玲为师的人呢，不止你一个，但是闯过第二关的人少之又少。哼哼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年一度的雨季来了。又到了贾小玲捕捉外星人的季节，跃跃欲试的第73号外星人悄然登陆地球。你这有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越来越不懂？这个呢，是我抓外星人的视频。第二关的考验就是你要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把它看完，而且绝对不能吐。哼，我这么大的外星人我都见过，这点儿算什么呀？小朋友，外星人呢有很多种，有恶心的啦，恐怖的啦，很脏的啦，很血腥的啦，各种各样的，慢慢看吧啊，记住不能吐啊。你不陪我一块看是吧？我多的是事儿呢，跟你一起看，慢慢看吧啊。笑什么呢？你要过来买武器？哎，现在改行玩这个蛐蛐。这个里面呢，装的是王福祥的妈妈。我先存在你这儿啊。上次王福祥逃跑的时候，还扬言要回来找我报仇呢。你做了人家的妈妈，人家找你报仇，你把他的妈妈放在我这里，人家回来找我报仇的，你安的什么心呐？他不知道他妈放在你这儿，放心吧。啊，提到他妈我就闹心，他妈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死而复生，然后性情大变，异常的暴躁，是中了什么病毒？你帮我研究研究嘛。研究没问题，最重要的就是等你研究出来个结果，我再给你算账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还有啊，要等我的消息，研究不会这么快的。哎，我这次王福祥变成虫族的形态以后，好像比他妈更可怕了，更大。我怕我一个人对付不了，他有没有什么新的武器？新武器啊？有，你放心，就是他。
宇宙昆虫轻松大透装，有了它，你会事半功倍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怎么用啊？哎，你打开看看。怎么打开啊？哎，你就是不进步。这个是声控的，你说开，它就会开。真的假的？开，大声点。开。对了，开，开。开了，好幽默呀，不错呀。哎，这个武器很厉害啊，你一个人驾驭不了，你得找一个人帮你忙。放心吧，我没有我贾小玲一个人干不了的事。我找两个服务员帮我抬一下。先给钱。我抓到王富强一起给你嘛。先给钱。我自己抬。行。丛林海边陨石的怪圈，寂寞伪装者，好的坏的怪的美的丑的怪的胖的瘦的勤快懒得一边再扁，妖魔鬼怪不分昼夜，星辰和白天。是我孙昭也是我，你给我等着，天外来客地心使者，通通都来拜我，飞的跑的走的哭的笑的喊的有的没的通通来过来过，按下游戏前后左右开始键，孙你会去外星世界大千世界。天荒地老，猎人的世界没有什么保护不了，我只要你需要，立刻送上我的怀抱。